前三名就把礼物送给他哈。但是答问题要答对。好，请问大家，这个静脉曲张可以吃药治疗吗？我第一个、啊，小六，你解决好。这个据我所知道，医生告诉根本没办法治疗。好，对，没错，哈，标准标准。谢谢哈，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大家哈，他弹性袜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要开始？再一次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家都很快。好，一二三。那位白头发，哎，不是，这位女士，来，请。手术后就要穿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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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请专业的意思啊。不是，他说手术后就要穿了、啊。他可能有点误解我的意思哦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哈。就平常啦，如果要预防的话。平常就要穿，就是说有那个症状就要穿。起床就要穿了、啊。早上要穿。对，早上起床就要穿。早上起床就要穿。这样子实在是，还有下一题啊，好，还有下一题。礼物发不出去了。好，我再问大家一下好了。静脉曲张手术完以后，大概几天可以回到术前的情况？两个礼拜。好，还有一个。好，这个就是可能比较困难的。我请问大家一下，没有并发症的静脉曲张要不要治疗？不要。不能先讲，先用。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以后大家举手看谁举比较快。不能先讲。手要放在膝盖上。这比较公平。好，一二三。对，那个。请回答。你要回答一下。不要。好，那正确哈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哈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哈，因为这个都是很怎么讲，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啊哈，欢迎大家到门诊来，我再帮大家做服务哈。谢谢，拜拜。